房子垮了，我们现在房子垮，现在我们正在离开，我们正在离开中。 在今天11:50的地震过后呢，才有短短的3分钟的时候，又在花莲地区再度发生了规模5.0的地震，同样的也是一个极浅层的地震。
掉下来了。太虚了。其实在这附近呢，在2000年呢曾经发生过规模6.2的地震，但是它是上了偏南，在偏南，而且是在陆地上。那如果是以现有的这个大地震，家里旁边的大楼倒塌了。八关火锅这一栋大楼倒了。花莲超大地震，八关火锅的大楼倒了，马路也裂了，地君庙前面的马路裂开了。国联现在很严重，不知道大楼里面的人有没有事情。花莲超大地震，不知道大楼里面的住户有没有危险。现在救护车、计程车都来了，很严重。花莲市现在很惨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大楼倒，人不知道能不能救得出来。希望这栋大楼的人没有事情。
所有花莲的人如果有看到直播，请赶快到安全的地方，不要再待在家里，赶快出来到安全的地方。花莲市前站阿关火锅大楼倒塌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呼吁啊，让很多人看到，赶快来。可是，哎，那个靠近危险呢。哎，我到你，我到你去了。那个靠近危险。